旁的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咱今足欢喜哦，咱啊，这个笑眯眯的这个月圆哦，搁来啊吼，啊，咱也想着讲啊，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水查某囡仔吼，安尼多才多艺，啊，最近讲哦，伊迄落诶网络顶关偌济伊煮的菜，我讲伊从迄落素食甲这个画图吼，已经结合做一伙啊。我讲你唔是干那会当画这个布丁菜粿尔吼，啊你嘛是同款布丁菜粿嘛是同款会当家烹喺桌顶去安尼。好，啊咱即马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先说下落一下吼。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嘿，我是月圆，啊，今仔过来甲大家见面咯。嘿，啊，咱即马吼。咱就来开始这个头一幅图嘛，安尼看是看无啦吼。安尼看嘛看无嘿。啊，即马过来安尼咁安尼就好，安尼抓起来对啦。哦，这安尼就是一幅吼。对，这安一幅图对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咱就来讲起讲一幅图安怎来的安尼嘿。对，这幅图吼，我是伫画讲我的。我的厝内，阮厝内的人啦，来、我算讲，咱结婚了后，较早咱有讲，进前有讲一个原生家庭嘛，啊，即马过来就话，我结婚了后的家庭啊，吼，啊，内底安尼吼，每一个人轻轻有啊，笑眯眯安尼吼，一家安尼好乐乐，你来看吼，啊，大家拢安笑眯眯，嘿啊，啊，伊即个我是用一个迄个椰，咩啊？椰子椰子壳，对啦，顶悬迄树叶啊，吼，椰子的树叶啊，下骹是一粒椰子，吼，椰子壳是足顶足顶的。是，咱我希望这个家庭是安尼一个足顶足顶的迄个椰子壳，安保护掉嘞，吼。啊，不过咱这个家庭吼，拢有一位较弱的所在。是，啊。外口迄落像变形虫有无？吼，对，吓啊！你若一个一定有当下，咱若无团结的时阵吼，迄拢有空碰到我红叉入边啦。对对对，吼，啊，所以我就用内底画几个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哇，九个人安尼带到阵吼，遐画阮公，算讲对阮阿公阿嬷因，阮先生的阿公阿嬷吼，甲。甲阮公公婆婆吼，啊，阮先生个五个囡仔，啊，五个囡仔，因为我家己三个嘛吼，啊，阮大娘哥两个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拢大大做伙安尼吼，啊，一家安代，那大娘哥算大隔壁经嘛，啊，迄阵啊就是四十岁伊咯，迄个。恢复淋巴癌吼，就往生去啊。所以讲囡仔，所以你家生起来，自我自伊，算讲大隔壁间嘛，啊生出来做卫生员拢伫我遐嘛吼，啊囡仔就是自然伊上班啊，拢放伫我遐，我给带安尼啦吼。对啊，那嘛是你的家人啊。对啊，拢是像我定那么带出去，像迄阵怎啊带出去，人讲哇，啊即卖要生遮济嘛真少。一摆出去五个去运动场的时阵吼，伊讲哇，这拢你个哦，对啊，大汉的，大汉的甲细汉的都差七岁嘛，哎呀，啊你个看啊，你一盘囡仔，所以讲这个吼，我讲用一个，我用一个安足大个大圆口啊吼，亲像迄落咱椰子壳咁快这样顶吼，来做咱的厝吼，啊一个连一个落咱厝内这个。厝内的人的迄凝聚力吼，咱讲迄个力吼，爱大个，但拢大咱梦想拢安尼啦，即号做咱的家庭啦，这是咱的理想嘛，是咱的梦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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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讲，你有该写诗无？我是无写诗，也是讲吼，咱讲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啦，啊，所以你有当咱讲即个安尼一个空嘴啦，无白的时阵，拢是吼。迄款人讲，迄款糖啊，吼，拢会安尼照一个，也甲咱侵入这个家庭吼，失去迄个和，迄个和乐，和，迄个和排啦，吓啊，迄个。就这个压制到，对对对啦，对啦，所以讲，这就是讲，迄人阵仔的心情画，迄人阵仔的图啦，吼，这就是讲差不多。
2003年画的嘛，初的，嘿，无外久的时阵，对，有感而发，吼，拢会头前咱讲迄个生命几何图形嘛，吼，迄个压力，我就是想讲啊，安怎将这个鸡，我用安怎去鸡经营的感觉，吼，哎呀。啊，即个讲好，咱即摆咪讲，哎呀，我的家啦，吼，我的厝人，厝内人，嘿，咱即摆过来就讲即摆，嘿，即摆合作，啊，即摆是，我那甲这里有，即摆就是开始咧画图的时阵吼，老师甲咱教讲，迄个咱安怎画目睭，安怎画鼻，安怎画嘴。吼，伊讲目睭咱唔免讲像遐乌白分明啊吼，讲一个目睭，所以你即个目睭你所看的吼，咱讲看会到的吼，活沙世界吼，对，啊说看你安怎，看你安怎去看世界啦，啊像咱所像讲看人嘛同款啊，人讲有当看这个人看起来嘛咧足善良的吼，哎呀啊。话讲看起来，其实面看起来嘛像歹人，啊，不过人伊吼，佫是足好的一个面相啦，嘿啦，对啊，啊所以个人的迄落啊，咱若无看甲心肝内入面吼，也袂当了解一个人的，对啦，对啊，唔知影好歹啦，啊，其实嘛，唔是讲无绝对的好人，无绝对的歹人啦，对啊，即个讲咱知影讲，食到遮侪回来啦，所看的人吼，啊，咱用啥物目睭来看这个世界啦？所以这点我是为我的目睭的灵魂啦。哦，灵魂之窗。对，咱讲目睭就是像咱的灵魂之窗嘛，吼，咱所看的吼，啊，你看我的迄个目睭是安尼五彩的，你看吼，哪像彩虹，迄个轻，轻同款，啊，迄一蕊目睭吼，迄个这边一蕊，这个吼，系啊，你去看迄个安尼蓝光，迄个蓝色的光彩安尼吼，会反射吼，我会感觉讲咱迄目睭是，哎呀，搁会翘啊，会惊艳吼。啊，这边即呐七彩五个宝珠同款，吼，所以咱即宝贵，咱对啊，咱宝贵即目睭，我即类哪有生牛目睭，咱也会。甲你讲迄个牛目睭，嘿啊，拍甲你，对啊，你若哭安尼，迄个目睭你啊要成啊，要成，无成啦。即人的目睭，我讲我目睭内底所看的物件，来按五花十色吼。所以讲，你的目睭内底拢有宝珠，拢有钻石，你看什么人拢是钻石，是讲这个钻。就经过开采过无，啊，这算就经过雕琢。对，画的是安尼红宝石，画那宝石。是啊，有那乌金的。对啊。啊，这个乌金，乌金，不是迄个乌金哦，啊，唔通误会哦。哎呀，啊，这嘛安尼。乡客的头团叫做乌金。哦。你知道？哈，古早头团正经是好采乌金，嘿。好。啊，所以讲连片落来，你看我将迄个彩色的迄落啊一个。泉水安尼吼，咱滴目睭像咱的目屎，吼，像两江水安尼吼，连滴片落来，啊，就恁相克就相江流，相江水相合起来吼。即来讲，我对目睭吼用刀画图的时，对目睭的画法甲片的迄个感想吼，讲即。规个迄个啊，咱这个画图色彩吼，用伫咱的灵魂之窗，甲咱这个片吼片落去，一缸两缸水安流到这个落来吼，啊烧结合落来这个嘴你会看安尼翘舌起来就两尾鱼啊安尼吼，迄个嘛两尾目睭嘛真水安尼吼，即啊做起来一个吼。啊，这个片啊，就叫了人讲迄落北京语讲悬胆鼻啦，啊，这个片啊，就是好吃的片。像咱这大公片安尼啦吼，所以讲吼，我这个我有写一个，伊个也是讲吼，我朋友啊，你若怎摕去画笔的时阵画你的目睭，你到底你会安怎去甲你的画你的迄这个目睭的迄个，咱讲诠释吼，要安怎甲伊解说出来啦吼？我是感觉讲是亲像一幅足
热喷喷的心啦，吼、嗯嗯，啊，唔过，过会当透出迄、那个安尼，咱讲晶莹剔透迄、那个安尼吼，光彩吼，你会看迄蓝色的光彩吼，就是讲，改成足，咱讲哈聪明。聪、哦、明加迄、那个，对啊对啊，个迄讲安那七彩幽灵。啊，你这个是自画像嘛？对，唔是自画像啦，就是讲你拄好你画图，迄阵啊，你看我才画偌久，2002年9月19日画嘛。嗯嗯。迄阵阵才拄拄开学，我9月初应该开学啦。啊。啊，这可能画第三张或第四张吧，吼、哦。咱会使用画图的色彩，就是会当安遮尔。丰富对哇，遮丰富个个个对哇，啊！你讲迄个安顺个片子，迄工安尼吼，哈一股清流，咱讲迄个清流安尼，创出咱吼美丽个未来个迄个人生啦，未知的人生，然后要因为后摆安怎咱唔知，啊！你开始落这个笔了后吼，我感觉我这画图的这個路吼，我就是要给。哇，甲遮尔啊光彩！是啊，是啊，人这空金顺的呢，你唔知影？你看人迄双溪吼，两江水安尼流落来安尼，啊，这就代表着生命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生命安尼，这川流不息安尼吼。好，啊，咱即摆咱来看即幅，刷了即幅。过来即幅吼，就是讲即幅叫做俏皮的菩萨啦。哦，嘿。啊，迄只，咱搁个叫较悬一个，迄个你个看一个喙齿吼，穿穿甲足长的。咱囡仔，囡仔时代，咱是袂拢安尼，足调皮的吼，讲安尼拢会安喙齿啊，来露我吼。啊，迄个做，迄间都老师教啥，我讲你要画安怎远甲近啦，吼，伊讲咱头前吼会当多对。你看我中秋，你知道，一个迄个油啊皮，嘿啊，结坎的呀，坎的佛祖的迄落头壳面。好啦，咱遐阵来讲，啊，歪起来，歪起来，佫会生两个翘嘴球啊。对啊，啊，其实佛祖嘛无分查甫查某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咱这吼，啊，只是讲迄阵阵啊，咱就是讲油啊皮。脚背头壳顶吼，哎、哦，我油啊皮会使变呢，遮尔啊个迄个彩丰富的色彩安尼吼，啊，我讲目眉用烤鸡，有啊烤鸡切开迄个烤鸡吼吼，两地安尼倒落做目眉嘛吼，啊，落迄粒片就是咱像拄只安尼吼，啊，甲目睭嘛同款像安尼遐尼，因甲拄只的迄个组合起来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嘴啊吼，啊来讲要画迄个。距离哈，咱近的古个迄落啊，你感觉要安怎表现出来？啊，落迄水质个烫出来时，落迄立体感都造出来了。主要伊嘛真天真吼，从迄个啊吼，啊做哎啊，规个画好起，色彩弄好个时，哎，安那看起来改成一个菩萨吼，哦，那每一个人那拢是一尊。菩萨啦，吼！啊，我才把迄个目眉中央吼，去点迄个红点落啊，吼！哎，好，人知影讲这个就是咱每对啊，咱每一个人的灵，咱讲一个灵性吼，就是这个佛祖的转世啦，吼！人啊，所以讲佛祖有讲一句讲吼，奇哉奇哉，纷纷众生皆具佛性，吼！啊，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有对迄个咱。行咱这个修道的路吼，啊，所以画这个图，咱就会去向佛啦，吼，会去画，感觉这个吼，啊，我想讲佛祖，若看到你这幅图，含伊家己嘛笑出来，你知？啊，其实咱是一个欢喜佛啦，咱讲欢喜的菩萨吼，咱将咱的欢喜带予咱身躯边吼，大家啊，同齐斗阵欢喜。我定讲一句话，讲真正的快乐，就是会当将快乐分享予。大家斗阵快乐。人讲，这个佛教徒应该是讲吼，要法喜充满啦。哦，啊，这个佛教徒唔是讲啊，拢爱油头革命，也是讲爱安怎安尼吼，应该拢爱欢欢喜喜来过日子安尼。但是正港的这个佛教徒嘛吼，啊，无佛法唔是要叫人痛苦啊，佛法就是要叫人脱离苦海啊。啊，我这个有写一个吼，我讲吼，菩萨本是凡人修，即条若去烦恼生，哈，
啊，执着啦，放下就不烦心啦。游戏人间快乐行，迄是我给我家己的一个迄、那个鼓励啦，吼，讲吼，我今仔就向这个快乐的路来行。是是嘿，啊，所以讲我嘛拢感受会着，你予人感觉你就是过了有影讲凡事充满足快乐的安尼，啊，你的心境啦，你的心境，你看你煮迄落菜就知影吼，你煮出来的菜就是甲土共款安尼，色彩遮尔啊鲜艳，甲人共款，嘿啊，一身躯穿起来嘛，他就一张图咧，嘿，规身躯穿甲水当当安尼，嘿，啊，咱即马咱过来看即帮咧，即帮，这是敢若。无啦，我即摆即个是伊人专门要画一张菩萨梦中的菩萨。嗯。啊，所以伊人专门当画图无偌久吼，伊人专门拄画图，我无一直想讲吼，要将我有一个安怎讲，人生的迄个转捩点，咱讲其实。人一生无可能拢安尼平平顺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总是伊会去拄到一挂吼无法度突破的时阵吼、嗯，啊，迄人阵啊，我就讲，差不多伫我35岁迄年、嗯，我感觉讲人生乃只黑暗嘛，吼、嗯哦，啊嘛去想讲，咱若阵活到70岁吼。哦啊，大工拢只黑暗吼，日子是要安怎过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所以迄阵仔嘛有感觉讲，我迄阵仔咱无啥物忧郁症、啥物症的即个名词啦吼，即个懵。伊落来啊，我迄阵仔我看，我出去外口唔敢甲人讲话啊。啊，所以看到人，像有人讲话，佫会大字，无吓啊，佫会大字，佫会面红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一寡甲。厝内一挂问题，咱有安行袂出来的时阵吼，啊嘛爱规工想讲，我要安怎离开这个世界，敢较好行安尼啦，吼、啊嘛爱你安尼想东想西吼，对啊，啊结果吼、有一工，我伫阮的楼骹捡了一罐的安眠药啊，我较早做护士嘛吼，啊捡了安眠药啊。正经咱即马讲一个心念落去的时阵吼，唔管你迄个，你迄个因伊有迄个因，伊迄个果伊就甲你助力哦，助战你哦。我若迄款爱困了，我安尼灌落吼，我今仔无坐车。所以迄暝的时阵吼，就是做一个梦。啊，做迄个梦，我就将迄张图给画出来。迄就是我迄个，这张图是我迄个35，我35岁个梦，伫迄个阵才40岁左右吧，迄个阵啊吼，个40多岁我开始设计大学画图的时候，我一直要将迄幅图画出来。啊，即就是敢若，让人感觉啦，讲敢若观音佛祖伫海上安尼行来，对，伊就是迄句话吼，甲我拍醒，吼，倒一句话，伊就讲，就是讲即个，迄阵迄个梦境吼，啊，就即个，我安尼撩在水底吼，安尼迄个安尼，强要砸开去，我其实迄暝我就。想讲要把迄罐药啊食落啊，啊所以吼，对我安尼，安怎讲，足伤悲的，一直甲迄个啊种哭甲困去，结果这个梦境将出现，吼，讲我安尼行喺迄个阮遐重症就趴落安尼吼，啊安尼要饮水，啊将要砸开的时阵，佛祖徛伫迄个水顶吼，甲你。手安尼护一下，讲戆查某戆要死啊！一句话起来，咱安尼吼，遐12月天吼，一身躯鼓，啊，所以一句话我惊啊，还佫一百人惊啊一百哇，袂看惊啊佫一百一个，吼，迄个共白的物件嘿，迄就是我连的水底落吼，你个记的我连落，迄个灵魂已经行在水底落啊吼，啊，我头听落迄风啊吼，有比方一个查某人甲一个查甫的吼，啊，带三个囡仔伫遐放风吹，放到安尼瞬间喜欢叫吼，足欢喜的。啊，咱落到水底，我头讲三个囡仔甲阮先生甲一个国口的查某囡仔吼，瞬间欢喜，甲你讲也无一个甲你讲你唔好落啦。你看
拜托。啊，所以吼，人你会唔忙讲伊啊？你人有听不得你？啊，所以讲我，切心讲，我继续个聊落去，啊聊落去做了，甲你安尼好一个，甲欢顶起来吼，讲啊戆查某戆要死唔吼？啊，一句话我呢吼，嗯，只好啊。打醒我的心吼、我感觉讲，我今仔日活起来了后吼，我绝对要活到足车赢的，吼、足精彩的。所以自迄阵开始，我决心无要死安尼，吼。所以讲，我这个、这个就是讲，和咱的去顶五甲讲一个人生一个查某人吼，你要安怎变坚强？对，这就讲。一念之间啊，迄种啊靠家己，毋是靠别人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所以迄阵啊要问人嘛，毋知要问啥人呢？叫做讲天无绝人之路。啊，当你拄到迄个关未过时阵，啊，就会出现某一句话，啊，迄句话就会对你开始。安尼，我嘛是有拄到即款的情况啊，因为参与我十身都无够死的啦。想呀，啊，所以捌听袂记了后，我感觉讲我的人生吼比你幸福足多。啊，其实咱伫这个，咱看咱的朋友，咱唔知是啥人啦吼，是讲有当啊，拄到啥物曲折的时阵吼，其实。无惊未过会欢啦，吼！你只要你吼坚定吼，脚下过吼，迄好顶若下过，咱就快活。是啊，正经诶。但讲我甲阮囝讲，只要阮囝讲妈妈，咱啥物拢无。我讲只要妈妈搁活咧，咱啥物拢有。对。啊，结果你即摆你来看，阮兜物件伤侪，毋知要再位倒去。对啊。啊，阮咧毋是干那家徒四壁呢，连墙壁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就是，这个、就是你看，你要死，你去死讲，啊，人知道噶真欢喜所以讲像安尼画一张图了后吼，我感觉从此以后，我迄个经验吼，我领悟甲讲吼，咱对人生的这铁理吼，咱有骨较侪个对这个安怎家己，家己安怎增强家己吼。对哦，啊，我讲，迄阵啊，阁有打出来讲，社区大学吼，有看外口的世界，慢慢啊，家己找倒来咱家己的自信。是。其实真济讲要自杀的迄落，拢是咱弱者的。对，弱者的表现啦。表现啦。软弱的表现啦。对，啊嘛是无自信啦。对。啊，咱若找到自信了。啊，咱要安怎找到自信，就是爱你第一咯，就是爱。爱有知识啦，知识呢是爱靠学习来的。有知识了后，你就有智慧。哈，啊，有智慧了后，你就活了，互咱家己的心灵较充实。哎，啊，咱所看的人事物拢会无共款。哎，啊，咱即马互咱咱的这个月圆吼，啊，休困者，啊，咱等下咱念咪达个倒转来。